牙绳工具新用法，把花边穿进去，我们可以三合一夹花边，不需要分两次了，还可以左右移动来控制花边的宽窄哦。我们在做带盖时也可以用牙绳工具一次性做好，不需要分两次，这样做带盖可以省时省力，还节省了线。我们来看一下做好的样子吧。